那今天就可以看得出来，每个人都是，政治人物是两手策略一般，那更高级是三手、四手、五手，那这两个人都是，所以我们就看到大表壮语在这个国际政治里头一起玩哈。那在这一起玩里头，其实还是有一个主轴，第一个主轴就是我不认为朝鲜会把自己非核化，他同意你把非核项目放在讨论选项，他也不会做到，因为这个是一个国家不可逆转的战略。那从川普来说呢，他打不起这个仗，但是他要赢其中选举，他要赢他的连任。川普现在做任何动作都是为了选票，至于他是不是达到实际的效果，他不在乎。周一到周五，新闻深喉咙，有多深挖多深。